星。观众这么如此的热情，真的是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到来，谢谢。好，来我们的韩国欧巴。大家好，我可能大家也感受到了，我们深圳的观众就像这里的天气一样，温度挺高的，大家的热情啊。好，那我们呢也有深圳的影迷准备了鲜花和大麦要送上来，请工作人员代为送上了一下来。好，谢谢啊，谢谢影迷，谢谢大家。好，谢谢。欧巴，撒拉嘿。好嘞，谢谢。看来我们真的一路啊，我觉得就是从小孩到大人，简直都是。你们这些众主创的支持者啊，所以呢先让导演来说一说吧。哎呦，挺感动的，因为一路走过来我发现这个全国，我们在路演过程中深圳的观众面对，谢谢你们喜欢电影，也谢谢你们喜欢瑞尔和一菲，谢谢谢谢。好，这是对我们深圳影迷最大的肯定。那这样吧，那接下来问一下瑞对深圳的印象怎么样？오빠네신촌에자주왔었는데네我们深圳的一定要这个电影在深圳的票房特别好，好吧，我们也是票房重镇啊，希望大家都要给力，好不好？希望深圳的这个观众朋友们鼎力。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问一下一菲，因为一菲也是经常来到深圳，有很多的见面会跟大家来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你也是一个一直在拍戏的时候听说是个特别拼的人，好拼的人。那在这部电影当中跟 Rain 的对手戏啊，大家可能会特别想聊，亲切，很亲切啊，好像是回家了一样，第二个家。好，来邵峰也来说一说，就是因为你跟导演是很熟悉的拍档，就是经常演跟导演合作，那这一次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你作为老熟人，你的评价怎么样呢？又在当中出演。衷心的希望高希希导演的第一部大电影《露水红颜》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希望大家能够然后这是集合了我们所有团队内所有人的心血的游戏，是我们诚意之作，希望你们有喜欢 Rain 的喜欢逸飞的拿出你们真实的实际行动广为推广，好不好？来看，发动你们的家人亲朋好友一起来感受这份纯美的爱情啊，在快餐时代下还有这样的人，我们所有的主创来到观众中间转过身来跟观众来一个合影，好吧？谢谢谢谢。对，你看我没？